大家好，我是大川，今天我们来聊地球的文明。在大约46亿年前，太阳系中有一部分原始的尘埃和气体盘形成了最初的地球。根据科学家们的发现，早在41亿年前，地球上可能就已经存在生命。而根据考古学家们的发现，人类可能是起源于300万年前左右的，而人类发展出现在的工业文明也只是最近300年间的事情。这样看的话，在41年的历史长河中，似乎是有很多机会发展出更多先进文明的。那么问题来了，在这41年的时间里，是否地球上曾真的出现过比我们人类更加先进的文明呢？要想深入探讨以上问题，那么首先你需要弄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文明是怎样彻底消失的。我们都知道，一个文明之所以能够被人们发现并记住，主要是因为这个文明留下了它曾经存在过的证据，而最好的证据就莫过于建筑遗迹了。那么假设我们人类文明突然有一天走向了毁灭，几百年后我们最高的建筑也将崩溃，即使是难以降解的塑料以及其他坚固的材料，也耐不住时间长河的侵蚀，最终彻底瓦解。虽然我们人类文明的规模很大，但是等到那天，瓦解的城市将覆盖不到地球表面的1%，这也就意味着在几千年后，我们曾存在过的任何痕迹都将被彻底抹去。等到下一个新的文明出现之前，他们就只能通过考古工作来发掘当年属于我们的文明了。现在我们回到正题，那么从地球开始孕育生命的那一刻到现在为止的41亿年间，是否真的曾经孕育出过比我们人类更加先进的高等文明呢？有关这个问题，还没有哪位科学家曾做出过专业的解答，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能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以及一些科学家所提出的理论来进行一些大胆的猜想。时间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非洲加蓬共和国的奥克洛发现了一个史前核反应堆，你们没有听错，就是核反应堆。科学家们把这个核反应堆命名为了奥克洛核反应堆。经过分析，考古学家们发现它已经存在了长达20亿年的时间，并且在此期间断断续续地发生了几十万年的核聚变反应，总共输出了超过3000万伏特的电压。通过在网上查阅大量资料，大川发现很多人说这个核反应堆并非人为制造的，而可能是自然形成的，并且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不过在这里却有一个疑点，核聚变反应的条件是极为复杂的，单单依靠自然条件根本不可能形成这种规模的核反应堆，更不可能形成可以产生稳定电压的核聚变反应。而且如果这个核反应堆是自然形成的，那么整个地球上为什么偏偏只有这里形成了核反应堆，而其他比这里条件更好的地方为什么就没有形成呢？因此如果世界各地存在多个这样的核反应堆，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它是自然形成的。可是截止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也仅仅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史前核反应堆。对此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核反应堆是史前文明没有来得及销毁而遗留下来的。无独有偶，考古学家在考察印度5000年古城摩亨佐达罗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些玻璃石，而遗迹中的这些玻璃石与今天核爆炸实验场的玻璃石一模一样。而且从摩亨佐达罗遗址的特征来看，它也的确很像是被炸毁的，至于其中的原因至今依然争论不休。后来科学家们也将这场可能发生在历史上的核战争命名为了死丘事件。通过以上视频内容，这也不由让人联想到我们的社会只不过是古老文明的缩影，我们经历的一切他们可能早就经历过，而他们要经历的也就是我们未来可能要面对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关注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